加油了，笨妈你妈你敢让你的邱小爱半年前离开实境节目超人回来了，还行大力跟大家说感谢，真的感激到心感的선생님진주를지키셔야죠선생님이쪽도하셔야돼요节目中邱小爱被少女时代的姐姐们伺候得服服帖帖，擦个指甲油笑个不停，消失半年的邱小爱究竟变得如何呢？一双大眼睛不时扮鬼脸，穿着风衣跟着音乐摇摆，上幼稚园的邱小爱外表依旧可爱，只是变成健康的黝黑肤色，身材也抽高许多，就像是健康宝宝。妈妈，对，爸爸做伏地挺身亲亲，邱小爱忍不住笑了出来，一双长腿让人羡慕，而女大十八变的还有她。可爱一个的小好的好的好的在路上被搭讪，穿着和服，精致的五官就像洋娃娃，拥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的赵贤，现在国中毕业了，很能想象这是小时候的他。团体大小姐出道，当时才七岁的赵贤还有点圆嘟嘟的，十四岁的她今日在脸书晒出美照，不仅露蛮腰，还秀出白皙长腿，漂亮的模样让粉丝直呼当初的萌萝莉已经变成混血天使了，实在太美了。记者黄韵文、吴清俊台北报道。